二号，目前二号呢是五房七卫，160万起。那么它呢现在的现房有一些升级什么的可以选择啊。那这边的物业费呢是215块钱，学区呢是9分、10分和7分，正对面就是普特拉高中，可以步行去高中，所以是非常的便捷的。那么这边的地税呢，平均地税是2%左右。现在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吧。
家里有很多孩子的客人啊。那我个人呢很喜欢这个样板房的颜色风格，它是用那种原木色，所有的家具、所有的摆设，还有楼梯啊，都是相呼应这种颜色的，非常淡淡的，不是那种现代风，但是又非常的古典，看着喜欢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